9月12日，女歌手李玟连同吴千语在中环置地广场出席品牌展览开幕酒会。李玟笑言自己跟所有女生一样喜欢包包和鞋子，特别是并作为一个艺人，就是要穿出不一样的感觉来。做艺人呢，衣服就是要特别多，很多时候就是要穿出 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自己买很多不同的衣服。早前李玟刚刚在家乡武汉举行巡回演唱会，她透露演唱会结束后也看望了武汉的亲戚，心里感到非常亲切和开心，但提到今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一事，她却显得有些失落。因为还没有拿到红馆，那其实真的我会很伤心啊，就是红馆一直这一年还拿不到，当然我希望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可以有机会在红馆可以做演唱会。吴千语表示刚知道男朋友林峰夺得三个奖项，问到林峰为了演唱会销售了许多，可会感到心疼，千语对此就回应说，他如果不是演唱会的话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么瘦，但是因为演唱会是在台上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几块腹肌，但是那个瘦的程度要是很极致的你才能在台上看得出来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功夫真的一点都不能少，所以啊，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这个毅力。